Go.做 demo 哈，第一个呢 ，spin turn， 好，加 whisk， 加小 set， 好，再 nature spin turn， 好 ，one two three， 好 spin turn 的时候，加 nature turn，one two three， 好，接着 whisk，one two three，小 set，one two and three。 One, two, three. Turn. One, two, three. 好，这是我们教的第一招啊。第一招。Leaf呢？就是这样织布的织哈。它很多种跳法，我们今天跳其中的一样啊。我们用 whisk 和 spray。One, two, three. 好。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好，再一次啊。 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再给我一个。好。Open 键的是谁？对呀。是我们看到，是我会confuse。三，一，二，三。好。等一下再补一下。好。好，一个字啊。一，二，三，好，然后那个。 One, two, and three。啊，one, two, three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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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二，三，二，二，三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二，三，五，二，三，六，二，三，七，二，三。好，刚刚是二的时候呢，是左脚。 躺错我们的turn，所以男孩子走的时候呢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。好，这男孩子就是
左脚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做个左转，碰那个180度，好吧？看你觉得 if you like it 哈，就把屁股碰好，来 1, 2, 3, 1, 2, 3 哈 1, 2, 3 好，再一次哈，来者碰碰踩，好，来碰退踩，你要是踩的时候脚才能放下去，你不能太紧放下去。好，所以你跳的时候呢，跟 1, 2, 3 1, 2, 3碰退踩 1, 2, 3，哇，这是 pivot， 啊 pivot 碰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180度的。好，一开始哈，脚要直 1, 2的时候来 control 你的度数 2, 3好 1, 2,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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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个要诀的呢，第一步脚一定要直，扑了上来决定你的角度。比如说我今天要180度，你怎么样？就把脚180度，啊，三合起来，好，背我180度，对，合起来，好，三的时候一定要 close， 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